豆豉蒸鱼腩，鲜香嫩滑又下饭。10秒钟教会你：姜蒜豆豉加热油激发香味，放生抽，蒸鱼豉油、盐、糖、白胡椒粉搅拌，淋上洗净的鱼腩，一勺淀粉，刷拌均匀腌制20分钟。摆入盘中，淋上剩下的料汁，水开蒸8分钟，美味就做好了。